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大家好，早，咱继续过来讲解《佛说阿弥陀经》记录净土。现在咱来看《阿弥陀经》的经文。啊，讲佛出舍利弗，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，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。舍利弗，迦陵宾客，共鸣之鸟，四足众鸟，昼夜六时，出乎雅音，其音演唱五经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正道分，如是定法，其土众生，闻是音语，皆悉念佛、念法。念经，这段甲人讲，真好真好的妙法啊！是讲咱若无读经的人啊，若无了解内底的内涵，这样的属性，咱若无接近佛法的人，咱无了解过咱人原来咱要未来世间以前，无论叫以前，咱是西方叫做世界。咱也有这好这好的感恩啊，哪像咱基督教、天主教所讲的天国遐尼清净，天国的所在。所以佛法甲咱开始啊，咱免去怀疑，啊，咱一心照你去修持，根据达去悟，你就会了解了。啊，所以咱今日咧，来继续来讲解。西方叫做世界，咱遮个叫做祖鸟。其中呢，现在讲到到这个叫做孔雀，好，咱来看孔雀的内涵。孔雀的意思就是讲，叫咱爱，好，教各界众生爱爱惜咱的毛羽毛，唔通虚伪，爱返璞归真。孔雀，孔雀的毛是非常的水啊。哦，我咧看着天开的是遮尼水，迄、那个啊，那伊就收起来，迄是啥意思呢？忍辱，阿弥陀佛啦！伊还未成佛以前，伊修六波罗蜜，布施过来爱忍辱，先啊收起来是啊，未收起来是啊，就是爱叫他爱忍。啊，成熟嘞，因为人家欺负，那要伤害着伊个尾啊，伊个毛啊，遐尼水，要甲伤害，伊就紧来收起来，叫咱人爱收敛，爱收，爱家家哩看有收嘞，收敛起来，咱唔通恶，是嘞，天遐飞，天遐个风来哩飞哩走啊，一只孔雀辛苦哩嘛拍给你啊，啊你天遐飞嘞，人来毛风带走去啊。嘛，甲咱开始唔好想浓容，唔好浓容哦！我着偌济财产，我偌水安怎？真济恐吓案呢，拢是咱家己自己想，好，家己想浓容，家己想表现着自己。所以表现自己的是，结果受着人的伤害，拢是自己所伤着的。所以咱珍惜咱的毛。咱孔雀咧，即毛遮水，要生长一个毛雀是无简单，爱经过身体上偌济个营养分，你爱食偌济个蠓虫等等遮个食物咧，咱内底才有迄能力发出即个毛出来啊。所以爱惜咱个
辛苦的毛，爱惜咱的尊严，爱惜咱的道德，咱唔通挥挥乱做，唔通一旦咱钱赚到啊时啊，耀武扬威。现在社会常常报纸、电视在看，好东西，这个耀武一方，吼、哦，那像东海拢是伊个共款的，吼、哦，无邪不啊，挥挥乱来，一旦时势变化的时啊，吼、哦，这个直接的落，这个落魄，这个怪讲政府怪啥人？要怪啥？怪家己无智慧、无耻、贪嗔痴啊，无智慧啊，这个怪政府、怪大众，这种的人拢唔对去啊，可怜。爱学孔雀的忍辱，咱普通时咱就认真做，咱爱穿白袍，白袍就叫爱清净，咱莫干那重表面，咱要重实质，咱要返璞归真，回归咱的心灵的世界，回归心灵世界即是白袍、白鹤，然后呢孔雀，那么咱爱。了了爱爱惜家己自己的幸福的木一木，因为遐只动物、遐只鸟啊、鹦鹉、孔雀、白鹤啊、嘉陵平鸡等等只鸟啊，会水啊，是足水、足水、足水、足水的啦。可惜咱大家干咧看外表的孔雀遐水，咱唔知影，遐就是伫甲咱提醒啊。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一自闭的开始。依法不依人，依法不依人呐、啊！哈、啊，依人罢事休。依法依什么法？哦，你看到只空枪，哦，咱爱忍辱，爱忍起来，万人都爱忍起来，才袂妨个伤害着你的毛。爱辱，哪个不辱？那么忍者，这一时的尔，哪个不辱？这一时的尔。所以这回算计高啊，真农民古得逼啊！人家的侮辱，人家的伤害，咱就忍起来，忍起来。看伊会当，甲你逼偌久；看伊会当甲你无中生有，甲你是非生是非偌久。那个目睭金光光，天地神啊，拢目睭金光光在看伊啦。相对啊，咱莫去伤害别人的毛。这个人本来就真有道德，咱无中生有，就制造调查局做来甲调查，甲出报纸，要甲伤害，无共党，你都要伤害。安尼这是错去，这无配合一个当下有智慧、受过教育、受过国家栽培、有教育的人。受过教育、受过国家栽培、有教育的人，咱无哩资格，所以咱唔好去伤害着人个毛。相对，咱唔通咱个毛。互人家伤害，制造事端，互人伤害咱，咱就怪别人唔对去啊。所以，咱爱惜咱的毛，那么相对咱的事业嘛，同款。咱事业咧，咱认真做。我发觉，咱一个人福报拢一项来，天生五财必有用，大财大用，小财小用，功德小祥啊。人来世间，唔是要大富大贵，要回去要死去啊。大富大贵是死去，较侪人甲你商量嘛是死，嘛是做嘛糖一堆，啊烧一万夫娘，吾一世人斤斤计较，伤害大众，结果你烧起嘛一万夫娘，要有什么功德好言呢？要有什么好计较呢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佛甲咱开始，咱爱空相，看空相，咱就爱要忍辱。咱若看人侪人在忍辱。对，互咱个重伤、伤害的事，人咧忍辱的事，咱就爱警觉哦。迄就是我的老师啊，哦，爱注意哦。迄就是咱的老师呢，伊咧学忍辱，伊就是代替阿弥陀佛的教示咱、的教示咱呢。咱唔通哦得寸进尺啦，咱若得寸进尺，违背咱的良心，无采咱祖先啊。欠当内都成功立德，啊，祖德流芳，留到咱这些那个开掉呀，罪过，足大的不孝啊！所以各位，咱看到空车的时，咱学习忍辱，
咱也要忍辱者，我相信咱万行代志一定会成就，会成功。所以佛法之妙啊，唔是表面安尼尔。佛法之妙，唔是咱一般人，假如哦，我刚上经空空空锵锵，好哦，你上偌济，我一天上几遍，会当解决的，会当互你得到法益的。所以咱读开空笑的是，咱爱忍辱。爱惜咱的身体，爱惜咱的名声，爱惜咱的心，爱惜咱的国家，爱惜咱的社会，爱惜咱的事业，爱惜咱的这家庭啊。所以，家庭甲家庭中间，咱嘛爱忍辱，因为有人外在会来迫害，魔境现前会来迫害，咱嘛爱有一个忍辱之心啊。各位是方正理心，啊，佛法在世间啊，不离世间觉。离开世间要找到佛，它是无可能。这即是王禅老祖几个先师所开示的依法不依人呐、啊。今日咱有这好因缘来传这个妙法，啊，而且呢，我用佛法甲易经的妙法融合为一，因为有当用佛学来滴，在讲的时间啊，讲就表面，啊，我都进入来滴去。所以一者对外表进入个内底精髓，个脆入呀，哦，也是发的传播易经一条路，哈、啊，所以啊，咱对这用关系空切的妙法啦，好、啊，我就用易经啊，好、啊、来啊解释。那么现在咱看这的内容，空切啥？就山地北的卦，好、啊，北路是前进的。咱的空窍摸来叫落的，是渐渐落去啊。这点可以甲你提醒。咱空窍，咱摸真水啊，啊，你一下会落去，第一营养有问题，啊是袂晓好收敛起来，袂晓收起来，摸去用带去啊，袂晓走，袂晓闪，啊，小去用带去，防掠防台防北去啊，渐渐的，是因为咱无智慧，无相信，无这修行，哦，是无。接受善知识、有实力的人，那无接受，所以咱真容易，咱空腔摸会用个伤害。相对，咱的事业嘛，同款，事业的失败是渐进的，唔是一时的尔。啊，那么美国这回的灾难，起码渐进就是计划足久来，咱无去抵抗而已。啊，一定有一个原因，究竟呐，我嘛唔知，只是讲这是渐。好、哦、那就哎咱世界这中间这样平静来，这是咱一只空切一只摸空切尾，是咱向后一向尾扎断的右断的，一定是渐进的啊。这是为咱卦象所讲的山地北的卦，好、哦、解释讲，所以北路是渐进的，咱一个人的失败嘛是渐进的，咱一个人的身体嘛是渐进的。咱一日一工一工一日沉落，一日踏入黑暗的，嘛是渐进的，唔是一时所发生的。所以几个先师，甲咱开始时时念佛。当然，由于咱发之时，咱念佛；当然有烦恼之时，爱念佛；当然欢喜的时，爱感恩佛，咱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当咱咧想未通的时啊！念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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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赐我智慧，赐我力量，赐我信心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咱直直念阿弥陀佛，你会找出一条灵感之路。这是我家己经验，我教真侪弟子的经验。所以，咱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呢，咱爱好法珍惜咱的毛，珍惜咱的名声。珍惜咱的道德，珍惜咱的生命，甲珍惜咱的身体啊！这即是空相。咱先论是大雄宝殿正平咧，就孔雀开屏，孔雀开屏啊！甲极乐殿边啊只咧，恁有时间欢迎哦。一遐石头甲一个孔雀尾只，滴尾真水真水真水，一只大孔雀。啊，当时我看到只孔雀的时，我就足注意，我会珍惜我的毛。我会好好啊认真来修行，我做无够的，我会检讨。我若是讲啊智慧无够，我努力会来精进。当然，我无比大家较高，我地主大家拢比我较高，我地主因的智慧拢比我较悬，我地主因所学的易经啥风水啥拢比我较高。啊，但是我真非常的欢喜，
因为是安那，因较牛，伊个个狗啊，结这个缘呢。因为我系珍惜这个猫，啊，我只有在各位地处、各位大众中间呢，啊，去学习着真济、真济、真济的妙法。所以咱人的世间，咱爱珍惜咱的猫，珍惜咱的事业。啊，无咱先佛寺啊，恁若来参观咱先佛寺庭园景观啊，咱来拜贵国先师王禅老祖、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的时啊，哈，恁啊，会记得咱好平，大雄宝殿好平，一只空只开平，幸幸福摸迄石的石骨头、迄石头主人的石串，创啊有够水，哈，后壁咧，这个乌熊啊，得买起来嘟嘟啊。这个空车的尾啊，的边啊，空车开边，已经就伫开始教示咱，咱人生爱珍惜咱的毛，珍惜咱的良心，珍惜咱的道德，珍惜咱的祖德，啊，珍惜咱的身体以外呢，咱爱好好念佛，好好修行，啊，修行者才有好的结果，才无烦恼啊。时间的关系，较早就断了。